少女气息呢？不过现在想看一点帅酷有浪的表演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？当然当然，既然你都说了，那么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杜云飞、洪志乔、陈妍希、黄浩伦带来的 Sixteen Shots 和 Cold-Blooded。这场表演是由热舞社学弟妹全程自编自导所完成的，是第三届热舞社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呢。歌曲 Sixteen Shots 代表着不畏艰险的穿越枪林弹雨，找回自我，而 Cold-Blooded 则是面对世俗的眼光，不在意，做自己的态度。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。Mother!